拜拜。Puppy。Love you。Puppy。Puppy。Love you 嘞 ，Love you 是什么？狗狗。嗯。那你有跟大家 Love you 吗？加油。Love you。嗨，大家好。嗨。今天是简单的。简单的。简单的这个拌面跟那个卤味，干面跟卤味。嗯。然后这个卤味呢，厉害啦，就是那个全联的那个卤味，然后是综合卤味，然后里面有两颗蛋羹在哪里边，然后它有什么东西都有，嗯，有猪血。猪头皮、海带、豆干，然后它这个其实是只有两个，然后我多嘛，因为我没有看它里面有，不然其实69块这个拼盘我觉得非常的便宜。那也太好吃了吧。嗯，独特的这个口味，这样的，这个是计程车。然后它的豆干就是全联这个豆干真的非常的臭，爆汁，真的很好吃。你不爱吃豆干的人，你都觉得它好吃。这豆干真的很好吃啊，它吸满汁。嗯，这豆干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对啊，它完全吃吸满在里面。嗯嗯。然后自己用那个拌面，炒高峰订房量恐怕一房。然后这个我自己加一点辣，但它其实原本卤的味道的辣，我觉得它还不错，小辣。那旅馆很多都订满了。什么？哦，说没事啊。没事，去住黄奕旅馆。返乡啊。黄奕旅馆是返乡，就是台商返乡后要先去登记。嗯，昨天半夜苹果发表了，我期待着新的电脑。什么？太强了。嗯，再来。笑人简直是神级别的。价钱是省级别的，5万多块到10万。差很多吧？而且5万多块是，但它可以分期12期零利率。那 IU 又是学生，有学生优惠，这是它最低的效能要59。但他们这次是出那个 Pro 系列的，等于说它有就是像我们一般讲的，就是有显示卡的那种晶片这样子。嗯、但你要的规格又不是只有59可以处理。但是它已经是512的那个硬碟了，就是我说我之前去年那个是3万多块，但是你要东加西加才能加到那个标准嘛。嗯，那这个5万多块就是已经超过那个标准了，但是呢，你可以再更加，就是上次是可以只扩充到例如16G 的 RAM 嘛，这次就直接送16G 给你，但是呢，它可以扩充到64G 的 RAM， 只是它多了它的扩充性更大。那我讲这个话，我们应该很多朋友们听不到。看看就好。嗯，对啊，这样吃小菜不错。嗯，而且它，像我们去切小菜啊，猪头皮、海带、豆干、卤蛋跟鸡胗，这样加起来一定要100多块，加上卤料69块，就蛮便宜。而且我们如果去吃切了黑白切这样切出来的话，通常都没什么太多味道。
对不对？它就是一般味，然后要加酱，加辣椒。那个白豆干也就是真的是白豆干那样子，不可能这样爆汁。是下酒菜吧？然后就是你自己在煮个面啊，就是我觉得非常的香。煮蛋。嗯。我昨天独自看了凯吉的那部日本片。你说屁股。幽灵之国的囚徒。你在干嘛呢，妹妹？脚在这。打屁股哦。好担心，好好吃东西。嗯，你都做的好吃。啊，我只能说，他真的可能负债很高。他已经破产了。又再度宣布了。对啊，他在那个 Las Vegas 像醉汉一样，就在那边闹啊，他就真的是破产。什么？那部连我这么支持他的我都看不懂他在演什么。嗯，那部还是他自己监制的。那女主角是找那个之前跟汤姆克鲁斯演那个木乃伊的那个女木乃伊演的。嗯。辣。嗯。哦。就是他原本调味的辣，就是很微辣。那我自己调的话，我是调那个二叶下去，就加太多了。淡淡他的吗？没有没有，他。那我的、啊。嗯。嗯，是用拉面下去又做拌面。拌面我很喜欢，哎，干嘛？拌面很对我的口味。转，哦，这样就中午非常的饱，哇！大家可以去全联买买看那个卤味拼盘，真的很好吃，它豆干赞，赞，好辣。